光穿不断，又站在从前，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，再有一万年，深情也不变，爱像烈火般蔓延。看着呢，挺好看的。送的，当然喜欢。感情破缘后，书来写了。我离婚了。女子小姐，请你再次嫁给我。我作为丈夫，有责任让你幸福。四姑，让我给你一个家。我想谈心意，我找回来。喂，你叫什么？丽兹，站立的立，英姿的姿。明天下午5点，学校门口，教程和作业一并还给我。那你是不是还记得你失恋于我？我一直都想吃这个糖，就想吃这个，别的都不想吃。我舍不得吃，因为我怕我吃完了就没有了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多买几盒送给你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有喜欢的人。你要是以后喜欢他了怎么办？谁都不会离开你，至少我不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个人，我们经历了误会、伤害、挫折还有失败，那是幸运之人，我们还在一起。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。娶我吧。好，好。哎，李子，承认。我刚刚跟他说，我今天整场要碾死在他的左边。几多缠绵走红尘，绝错不看正开。晚缠绵，恩怨多情。不愧是励志主演。超哥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